有趣的人活了10000多天，无趣的人只是活了一天，因为他重复了10000多天。来自网友的一个网络名言。好不容易来一个阿尔巴尼亚吧，好，一直下雨，下了一天。今天晚上呢，去见一个小姐姐，咱们中国的小姐姐，她在这待了差不多1个多月了吧，我听她说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就是又不能露脸，因为昨天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呢，人家呢不乐意上相，不愿意上相这一块。说一下阿尔巴尼亚的那个天气啊，这边呢，你看马上要进入冬天了，属于一个暖冬的一个季节，冬天也不是很冷，因为它是地中海气候。从这一点来说啊，因为刚好我这边也搜索了一些相关的信息，要比塞尔维亚的这个气候要好得多，湿润。看看阿尔巴尼亚的夜景吧，现在是晚上大概8点。小姐姐见完了，刚从那个咖啡馆出来。怎么说呢，挺不容易的，这个小姐姐也是想在这边买个房子呢，办一个长期居留，然后再想办法呢去欧盟的国家，然后上学，或者说是长期的想留在这个欧盟。但是呢，我从她嘴里面得到的消息啊，从我们中国人嘛，在第三国家申请欧盟的，就是发达国家的签证，不好申请，最好有当地的居留。有当地的居留之后呢，还要有最少是3个月之后，你比方说你这个月搬下来了，你最少等搬3个月、半年以后，还得有当地银行卡的这个流水，你这个通过率才高。比方说他在这个阿尔巴尼亚，或者说我在阿尔巴尼亚申请下来的这个工作签证，他现在就申请当地的工作签证，找的当地人的中介，申请下来之后半年以后再去申请，可能就通过率会高一些。我之前呢申请这个巴西签证啊，包括今天我们也在考虑南美国家的签证啊，不太好申请，也不亚于这个美国或者说发达国家的签证。这个女孩呢对签证这一块呢也是做了很深很深的这个研究，可惜呢就是人家呢也不乐意上相，非常具有这个战略眼光。在1年多之前嘛，人家把这个所有的人民币全部兑换成了美金，现在不但不亏钱，而且还赚了好多钱。我之前呢也有一个朋友呢劝我，但是呢我一直没有狠下心去做这个事情，现在我不得不重新做一下战略。当时我记得6.3吧，6.5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好，给大家晚上今天也聊了比较多，因为有些东西呢也不能明说。这个叫 Burger King， 就是汉堡王的意思，美国的汉堡王在这有公司。回去了。今天阿尔巴尼亚，我听他们讲呢，这个冬天可能不会太冷，它属于暖冬。像我现在就穿的也不是很厚，刚才我们在路上看到穿短袖的都有。这个是真的是属于叫地中海气候。